世盟伊朗峰会主席卡柴米和世盟澳大利亚执行委员克里佛今天下午由亚盟中国总会副秘书长谭云陪同，在行政院拜会了严副总统。严副总统曾经跟他们就亚洲团结反共的形势跟前途交换了意见。卡柴米曾经担任过伊朗的国会议员，而克里佛也是澳洲的前任国会议员。他们将在我国访问三天，在这三天当中，他们要拜会有关的单位，并且参观我国的军事设施。